台湾经贸网为协助台湾中小企业运用网络行销，全年办理60场次说明会，加强厂商相关知识，并借由教育训练课程辅导厂商提升网站成效。另透过客服主动关怀会员使用网站情形，解决网站使用问题。台湾经贸网透过搜寻引擎行销、国内外专业展参展、商务网站连结及驻外单位推广等多元管道，吸引买主到网站上搜寻台湾企业及商品。买主免费注册会员后，更可运用关键字客制化订阅商品及企业最新资讯，并张贴采购讯息。跨境线上小额批发服务提供英文、日文及简体中文三种语系，贩卖商品种类涵盖26大类，并提供多元付款方式及优惠的物流服务，节省运费，让厂商能够提供买主更划算的价格，也让买主可以小量批量采购，测试市场反应，再进一步大量采购。产品行路上载竞赛活动，鼓励厂商刊登行路，并以关键字广告密集曝光的机会作为回馈。另透过校园电子商务竞赛，媒合大专院校学生与厂商，激发网络行销创意，提升网站造访率，带入有效商机。而会员联谊会及电子商务成功企业分享会中的电商拓销经验交流，则期望能有效提升厂商网络行销能力。针对大中华地区买主，除每月配合时下热门话题所建制的主题行销专区外，另挑选优质台湾企业及商品，刊载于台湾经贸网简体中文版电子报及微博、微信中，并于暨南、天津、南京及杭州四场台湾名品展设立电子商务馆，以 O2O 结合 QR Code 概念进行行销，以线下实体展会带动线上销售商机。经贸网另可依据买主提供的采购品项，筛选合适的台湾企业，安排双方透过视讯进行采购洽谈，有效缩短采购决策流程。台湾经贸网已协助全台湾6.9万家厂商运用网络行销服务拓销大中华地区，吸引大中华地区247万家次买主至台湾经贸网浏览台湾企业及商品资讯，并促成大中华地区预估2.4亿人民币采购商机。台湾经贸网是您网络拓销的好伙伴。